偶像拼拼游戏规则说明。每一关卡中，三位关主持有不同的题目卡，随着节奏给予提示，由三队参赛者合作拼凑出正确组合，写在白板上，答对较多题目之队伍获胜。欢迎来到大家大家，哇，介绍一下，来，我们的这位帅哥叫做展文，你叫展文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今年几岁？5岁。那你平常有在运动吗？我看你经常说穿足球装，你可不可以帮我示范一下踢足球的姿势，好不好？一些动作，预备，开始做。哦，一个超有力。我们今天也来了一位美女，叫做恩熙，嗨。恩熙几岁？4岁半。4岁半哦。那你今天要来帮我们出题哦，会不会紧张？不会，好棒哦！要出题好不 好？那今天麻烦你们了，好不好？掌声鼓励一下，欢迎两位。第一题跟第二题我一起来出题，好了。好。偶像拼拼呢，跟之前有一点点不一样，因为之前都是注音，但是这次呢，我们会加入国字。是的。对，但是第一题呢，我们先注音开始，好不好？暖身题。对，前两题都比较简单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老师，请出题。比可爱的观众们手上拿的是什么注音符号呢？广告后谜底揭晓。手几个？上面闪一闪，下好。我怎么发现我的节奏感好差啊？其实这题算是简单的，给你们5秒钟时间作答。Very good， 加油！好，拼一下哦，其实只有几个而已哦。很吵哎。好，请翻盘，来看看我们红队的答案是什么呢？木材，木屋埃兹是埋藏，埋住，颠倒了，埋住是把醋埋起来的意思，就对。这边是什么？卖菜。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呢？一起来看一看。是我们的红队得分，恭喜红队。第二题是国字，也是比较简单，所以只有2个字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认真看，老师请出题。来了，有没有觉得很慌乱的感觉？给你们5秒钟作答。哦，四、三、二、一。这题应该蛮简单的。来看看，红队是画童的，翻过来童话。这怎么？我们用反过来。你们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反过来？就哦，因为这个比较好认。对。所以你们也是童话。正确答案是不是童话？恭喜，就是童话。来看看有什么呢？岩蛇。童就是立，再加上鲤；画就是岩，再加上蛇。恭喜三组都答对。好，马上进阶版来喽。Go。好，那现在呢？偶像拼拼进阶版这一题呢，也是2个字。但是它笔画是比较多的，到底能不能够得分呢？老师音乐 ，Go。Very good， 我们同学的屁股上面也有一个注音哦。倒数最后5秒，给你们，5、4、3、2、1，停。答案是喷油瓶，跟我果。这个答案是果瓶，果瓶。嗯，好，请保重。
绿队是怎么全部躲起来了？这什么？强碰。到底答案是什么呢？来一下，苹果，恭喜红队答对。平，二声在哪里？二声。二声。好，二声平。果。歌。歌。歌在那边。歌乌欧。果。好，第四题，音乐请下。上下，再一次上下，往上转圈给大家看，往上转圈。竖起来，很好。红队的答案是咖啡糖。好，蓝队的答案是金飞糖。我相信如果再给你们十秒，应该就可以写出来。绿队答案是咖啡糖。好，老师到底答案是什么呢？咖啡糖。口加口非米糖。答案就是咖啡糖，谢谢。这个单元呢，红队答对了四题，蓝队答对一题，绿队答对了两题，恭喜红队获胜。总比数目前红队2分，蓝队1分，绿队目前还没得分。OK， 大家好，我是香蕉哥哥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记得按下订阅键，这样就可以常常看到我们哦。除了订阅我们之外，如果想要看到更多精彩的节目，也可以看这里哦。